爸爸的腰，爸爸的腰要闪着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今天天气超好的。好，这条路走到底，然后左转，你自己选位置。我们是什么区？草皮区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说我们是露营车，他就叫我们先定草坪区，然后来的时候他再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样子。哇，海耶，可以看到海，好美哦。在这儿自己选位置。哎，我在石门的碉堡露营区。对，然后这边呢、啊、法基看了这边很久，因为这边就是在北海岸的海边。好，打羽毛球在北海岸的海边。所以咧，我们这边呢、啊，就是在比较有点点小小山坡这边嘛，所以直接可以看得到海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次定的是草皮区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景观很好，蛮好玩的啊，而且很漂亮，对吧？然后没想到啊，今天帐还蛮多的，啊，好天气吧？就是要抓住夏天的尾巴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海。还有风力发电的风车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在石门的碉堡露营区，很美。这是垃圾分类区，垃圾丢在这边。然后这是他们的淋浴间，让我们去看一下，觉得这边的环境蛮好。淋浴间很干净，这边有吹风机，然后冰箱，还有贩卖机哦，后面还有小便斗，对啊，蛮可爱的。然后这边是一般蹲式马桶厕所，啊，也是可以淋浴的。两间，等一下就可以来洗澡喽。上面这边好像也是厕所。也是有个小便斗。上面有这些洗手台，然后就可以洗一些食材啊、菜啊等等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也是垃圾分类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弹头圈，这边应该就是营本部了。对，嗨，有可爱的狗狗。然后这有分两区，站板区跟草皮区。然后我今天住的是草皮区，是这边。然后站板区从这边上去，车可以先开进去了，应该下完装备以后再开下来停。这边都是站板区。它很大的一个草皮，中间有很大的草皮，小朋友可以玩。然后前面还有一些小小的游乐设施，还有沙坑。游乐设施跟沙坑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荡秋千，都很可爱。宿舍，我觉得这一区还不错，可是帐篷啊，因为我这次是开露营车，我没有带帐篷来，所以我就选择下面的草皮区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次也是比较简单，景很美，这应该是碉堡，以前留下来的碉堡。蛮妙的，
蛮可爱的碉堡，晚上可以带时髦过来这边探险。这边有个小楼梯下去就是我的草皮区了。目前只有我一台露营车，其他全部都帐篷，选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坐在这边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远方就是海，景观非常好，在那边。好，你看现在地上这么乱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因为今天有水打翻在车内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有点湿，所以我拿来刚好来晒太阳，然后晒帐。我有带一个小泡帐在这边，对，你看。远方就是海，然后我们就坐在这边吃饭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妈妈，晚上我们去那个碉堡那边石头那里面探险好吗？探险挖宝。对。探险挖宝。草皮区嘛，所以说草皮非常大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可以活动的范围，超大的，要踢球、打羽毛球都没有问题。拿一个位置啊，都会有一个洗手台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插座在那边，对、啊，然后我有跟这个营主啊借了风扇，因为啊这边是靠海边，海边就在那边嘛，所以说我发现我车边帐啊一直被吹起来，它是这样子会连根拔起，整个往上飞，然后再掉下来，这样有点可怕，所以我就用风绳。稍微固定一下，那边也有风绳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来踢球。好，要踢球了。去捡。你怎么了你？啊，你怎么了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晚餐，因为你看这是夕阳，超美，超级美。我们订这个营区，订这个营区就是因为它真的很美。小孩在那边旁边玩，踢足球、打羽毛球等吃，对。最近时髦爱上了踢球。爸爸的腰，爸爸的腰又闪到，我劈腿了。爸爸的腰又闪到了啦，怎么办？好吃吗，毛毛？嗯。有味道吗？有。很好吃吗？哥哥帮你吹啦。你看哥哥帮你吹，哥哥帮你吹，你也不要。好，那你自己吹，你自己吹，你就自己吹哈。我怕。我不怕烫。哦，你不怕烫啊，这么棒！睁眼说瞎话，刚刚就明明就哭。我们这一次啊，是来石门碉堡的露营区。那这边我觉得蛮好的，它因为它直接就是海景第一排。但因为我们会找营区，就是因为希望说这种装备还是可以下去，对啊。那这两天天气非常好，真的就是超美，你出去啊，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很干净啊、漂亮的海。可是它风有点大，所以我车边帐就一直被吹得飘来飘去。然后这边分两区嘛，所以我刚好介绍，就是有分草地区跟帐篷区，对啊。然后可是我比较喜欢草地区，因为这边我觉得。更靠海，对吧？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。
主要就是石门碉堡的营区，我觉得还蛮好。拜拜。欢迎爱的冰淇淋。干什么？